你最近还好吗？谁爱看少女漫画吗？最近近乎没露面，你有新对象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，怎样也不可一样爱慕他？留在你漫画书里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，就像那青春洪水，现在已经不可能追。那故事仓促结束。